clear to Kevin for landing. Thank you.请大家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次单机顶返回座位，将已被数值扶手放下餐桌收好，并请从安全带。同时，请关掉所有贵电都没过时之为飞行模式。其他航机降落后，机舱服务员临行通知为止。提及到电都没有说机电脑等都必须放在前方座椅下方或者行李柜内。稍后机舱服务员会前来收取各项点滴相关保护针。感谢您的留意。